1月5日讯，今日是姜文的51岁生日。生日当天，姜文没有和朋友家人一块庆祝生日，而是跟小伙伴拉筋劈叉松韧带。姜文虽说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但是这劈叉起来还是毫不含糊，达到了横劈的标准。葛优则坐在他对面，与他一起拉手横劈叉。两人目前一起合作姜文执导的新作《一步之遥》。在姜文生日当天，两人一起乐呵呵地劈着叉，这样的庆祝方法可真新潮。